防弹少年团的 V 经常会在 IG 晒出与爱犬煤炭的互动，像是13日他就上传了一张与煤炭的合照，没想到竟然让粉丝笑说两人真的越来越像了。只见照片中的 V 头戴着帽子，穿着休闲，而煤炭则是乖乖的被 V 抱着。巧合的是 V 和煤炭都是以侧脸入镜，让看到照片的粉丝们纷纷惊呼，你们怎么越来越像了，果然帅哥都是跟帅哥在一起的嘛，煤炭真的太可爱了啦。